贼队。有一只喜事兵，好，喜事全跳就好。好，再来要一次爆发。三关，这也是一次爆发。爆发不足，太近了。好，90%一样，再开个技能，然后再下去。对，因为回复率非常的高，所以主星就一定不留回来。就是可以给你洗两回合的洗涤，这里呀、千万不能卡水柱，因为下一关是全体盾，所以要保留水柱，这样子就好。好，这里就是消个全体，对，消个全体就对了，这样子就好。好，再来，我要教各位如何用龙克，利用龙克，对，利用龙克，你看它回避木属性攻击，然后木转星，我先。发动一次给各位看，木转星，你要会回避，因为它刚好是木属，所以你只要龙克绿很多木珠，这样你要木转星。意思对，就这样秒截图，没有利用龙克秒毒龙，对，低于一次三成就，只有水，另外一个成就是什么？我错了吗？等一下我去看一下。啊，队长战友不同啦。